阿梁國雄議員，主席，用水車咧就唔同嘅。台灣最近水災咧，就買咗好多水車排水俾人。喂，你又買緊發水？喂，佢真係聚集到群眾啊！即刻去到，即刻嗱嗱聲，喂，攞水啊！喂，人哋嗰啲嗱嗱聲去歡迎佢，佢真係控制到群眾啊！全部去曬嗱，即係世界變，世界變。岳飛揸住呢個金國嘅 passport 話愛中中愛國，世界變曬嗱，因為呢個世界我成講啲股票升4000點真係嘥時間，簡直係出乎意料。啊，梁議員咁即係發揮啦，你講翻呢樣嘢。你聽我，因為我哋呢個唔係討論。我有嘢講。喂，大佬，佢講咁長嗱，唔係佢係，我就覺得阿蔣麗雲議員嗰個講法最有意思嘅嚇。因為而家咧就有啲文件咧，就街上就傳咗啲嘢出嚟，就話咧政府呢個即係警方檢控嘅人咧，就一半都定罪唔到，放曬啦，咁係咪咁咧？咁係嘛？佢就話點解警方捉咗啲人咧告唔入？其實就要追究警方點樣濫用警力去捉啲無辜嘅人。我都認為應該攞嗰個 part， 即係佢做一個詳細嘅報告啊，哥。嗱，第一，蔣麗雲議員嗰個概念好奇怪嘅，法官可以隨便放人嘅咩？你估而家40年前香港？大家唔好喺度對講啦嚇。40年前香港。梁國雄議員，你嘅意見咩意見？你講翻自己意見出嚟。放你唔得㗎，嗱，所以咧佢講嘅嘢咧係。剩好多時間咩？你而家。唔係，嗱，你聽我講，我贊成佢嗰個報告都唔得啊。所以蔣麗雲議員嗰個報告係有意思嘅，就係話點解一個。紀律咁好，同埋係號稱係全亞洲最好嘅鎮暴力量，竟然間喺鎮暴佢哋嘅所謂鎮暴過程面捉咗大量嘅人咧，嗰啲法官話冇證據放咗，呢個當然係檢討啦。我就覺得張雲議員咧就同我真係成日都不謀而合嘅，不過係兩種 level， 咁所以佢應該佢我真係贊成深入地做。包括你嘅意見表達完啦，包括埋警司點解揸到碌棍喺度亂咁講。好，梁國雄議員，明白，即係我頭先已經講咗話會要警務處當文字，七合當扣字啫，佢七姚思榮議員。